极限挑战中，龚俊在猜测杨超越和谁一组时，岳云鹏说：“我不喜欢杨超越。”龚俊惊了，问岳云鹏为什么。岳云鹏回道：“因为女主，我想只有一个。”在极限挑战中，岳云鹏可算是团宠，可杨超越在，小月月心里总是不踏实。这期节目组让大家自行组队坐车时，小月月就被龚俊和贾乃亮一起盯上了，都想让岳云鹏当队友。为了让岳云鹏成为一起坐车的对象，龚俊疯狂给岳云鹏发消息，岳云鹏的手机都炸了。而一边跟岳云鹏通电话的贾乃亮则称他们是月亮组合，并表示随时等待小月月的召唤。有人说小月月就站在那也会让人开心。